台南永康大湾武良宫，伫个先天上帝圣诞的前一天，准备着一千份的便当、脆安甲平安米，送予弱势民众，希望社会关怀，会当予因度过疫情，平安过好年。台南永康大湾武良宫伫献武上帝圣诞的进行一天，加上寒流落南，天气又较寒，为了要加收入户甲社会边缘人，伫岁末寒冷时，会使得到社会温暖甲关怀，准备一千份的便当、炊饮甲平安米，要予人念。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上水啊，咱有发一千份的便当。大湾武良宫的志工队为了要传一千份的便当，动员二十多个人，伫透早五点就来啊，有的切菜，有的穿料，有的底便当，并且准备五项菜色，要予弱势民众炸回去吃。咱的志工吼，差不多会知啊，伫迄个五点就出来啊，啊，动用差不多二三十人，哦，准备拜粿，啊，搁迄个，一些各类菜，啊，搁卤人。武良宫董事长王大明表示，讲关怀活动主要是由献武上帝保庇来发送平安米、炊饮甲便当，好弱势乡亲会使得到社会关怀，安然度过疫情，平安过好年。